狒狒今天送到动物园这边来，主要是要进行 X 光跟断层扫描的一个拍摄。那还有我们也会采取一些检体来作为后续这个物种鉴定的一个检验。那之后是会把它火化埋葬，或者是做成标本？这个部分的话，遗体的处理的话，我们后续看要怎么处理，后续会再做一个研究。